下，除过电视剧、电影、综艺节目也是应接不暇。综艺节目中，我们能看到荧屏背后明星们的另一面，故而综艺很受大家喜爱。除过一些小鲜肉，中年男人也纷纷上综艺，但苏有朋这样的中年男人真的太罕见了。黄渤一贯以高情商著称，然而在《向往的生活》中，虽说话风趣，但开起玩笑一点分寸都没有。有一期，他明知道彭彭和王迅害怕蜜蜂，却还一直暴力刷蜜蜂，并且使劲吓他俩。最后发现自己腿上有好多蜜蜂，黄渤便向大华跑去，真是太疯了。还有沈腾旅途的花样中，大家都想玩沙漠里的摩托车，但林志玲察觉张歆艺的长裙不方便，就把摩托车让给了张歆艺。张歆艺不敢骑，正犹豫的时候，沈腾突然一边大喊着摩托车太危险，一边就一屁股坐上了林志玲的摩托车，完全不顾志玲姐姐弱弱的抗议。我也想骑啊。靳建斌很有才华，《甄嬛传》饰演的皇上也是圈粉无数，然而在《幸福三重奏》里，老婆明明已有身孕，并且身体已经很笨重了，陈建斌却还不甚体贴，好多活都是蒋勤勤在干，而且他每次一进屋就瘫倒，连吸尘器都不会用，也是让人傻眼。中年男人上综艺是否都这么大叔呢？并不是，最近热播的《中餐厅二》里面的苏有朋就圈粉无数，同是70后，他具有一种独到的可爱，蠢萌蠢萌的，好多网友都说奔着王俊凯去的，结果被苏有朋圈粉了。在《中餐厅》第一期，苏有朋找不到自己的行李箱，时焦急地转来转去，后来找到箱子，明明已经送回房间，但是看到厚道的王俊凯的食材后不甘示弱，吭哧吭哧又把好不容易搬上楼的箱子抬下来，迫切地给大家展示自己带来的食材，睁大眼睛求表扬的小表情可爱爆表。上车的时候被赵薇关门夹到手，明明痛得飙泪，结果苏有朋还要满脸堆笑，小心翼翼地提醒赵薇：“老板，我的手在里面。”制作手抄菜单时特别认真细心，留白排版，每个细节都至臻完美，生活中十分有仪式感，表示要是有花卖就要买5枝花，因为有好心情才能做出好的菜来。连赵薇都忍不住吐槽：“你一不小心就活得很宫廷，还没有从宫廷里走出来。”大家在讨论让小白去广场上唱歌揽客，苏有朋会很自觉地提醒一句：“大家小声一点，不要打扰到客人。”白举刚切肉的时候，手上的旧伤口不小心崩开了，苏有朋一脸担心的责问：“你不要逞强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啊？”虽然小白一脸轻松的回答没问题，苏有朋还是不放心，直接把小白赶走，自己来切肉。苏有朋真是太可爱了。